新娘戴，然后戴完之后再请这个新娘为新郎戴，好，这样了解了哈，新郎先来哈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摄影朋友们也准备好了吗？现在要交换戒指。好，先请，这个速度要放慢一点哈，因为这个捕捉画面非常的重要哈，请大家慢慢的，先请新郎慢慢的为新娘戴上结婚戒指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请新娘准备一下戒指哦。好，接下来一样啊，我们要请新娘慢慢的啊，请新娘慢慢的为新郎戴上结婚戒指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谢谢！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！我们的求婚啊，跟这个交换戒指啊，都已经告一段落了，对不对？那新郎新娘其实可以不用急着往我台前看，你们两个还是要面对面，因为接下来呢。